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哎，你好。你好。你在外面杂音，你听不清楚。那个，我这个车刚才，我这个才买的车，刚才那个在那个管辖点的区，那个一八辆抛倒呀，抛倒了。先生你好，您的车辆出血呢，现在要报案是吗？对对对。哎，先生你好，什么时候出的事情？刚刚出现，刚刚出现。大概有几分钟了？这刚刚出现。半个小时是吗？我十分钟。十分钟。对。是在哪里出的事情？是在大连吗？在格正铺。是在辽宁省的大连市是吗？对，干井子格正铺。在大连市的哪条路？干井子格正铺。干井市。干井子区格正铺镇。先生您好，是在大连市的干井，干井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干井子区，干井司法区，干井子区。干井市区是吗？对。干警是那个干是那个两横一竖那个干吗？警是警察的警吗？对对对。干警是区哪里？干警子区就是大连市干警子区格正铺镇。格正铺是吗？格正铺。哎，好的，先生，我知道了。您在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了？刚刚开车不小心挂的底下刀挂这个刀牙上去了，刀车挂刀牙上那个底保险底杠底大量大量大架子底大架挂那个保险杠挂个坑。先生您好，是您的车在直行的时候还是倒车的时候？倒车。倒车的时候是吧？对。倒车的时候刮到哪个部位了？就是车左侧底盘那个大量大架。左就是您的车的左侧的底盘受损了是吗？对对对，底下大架子、侧面大架子。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受损呢？别的地方没有。其他地方没有了，是您的车擦到哪里了？擦到墙了还是擦到哪里了？擦的就是刀边这个刀鸭子。刀鸭子。对呀。是一个什么物体呢？刀鸭子什么物体？哎呀妈！就是刀边的公路，刀边不有刀鸭子吗？是那个是墙还是铁杆还是怎么的？石头。是土是吗？石块的刀边出刀鸭，那个石块那个每个公路刀边不都有那刀边那个刀鸭子吗？刀鸭子。这刀边刀鸭的石块，你这那过来出钱过来看一下就知道了。那我想请问一下，对方那个刀鸭子有没有什么事儿啊？那都不要紧，那都是大刀的刀片，那都不要紧，就是我车出事了。就是您的车受损了，对方不要求您赔的是吧？没有对方，就是车受损了。就是您的车受损了，然后对方 对方的那个不需要您赔是吧？那些都没有，就是我车有点有毛病，过来看一下，因为我这才买新车，保险是的。哎，包先生您好，我再跟你核对一下当时的信息，是您的车在倒车的时候刮到了倒鸭子，造成你本车的左侧底盘受损，对方没事是吧？对对对对。哎，好的，那个麻烦您那个现在在现场展示，不要移动好吗？好，行。哎，好，感谢您的配合，再见。哎呀妈，这女的。